种很软的，一捧全碎了。是属于鸽子里的绿巨人。哎呦妈，这么辣呀、啊！今儿去这家饭店啊，老板绝对在好莱坞有股份，为什么呢？走，到了就知道了。他人家收藏的手办，我天啊！呀，狼叔啊，今晚请狼叔吃个饭，到这儿。哎，看我都不认识啊。哇，这小收藏，我天啊！你这难道不应该打一下吗？什么叫失魂啊？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我选这家店的朋友啊，来请我吃饭还有点品位呢，进来跟博物馆一样，这得有个上千件藏品啊！我天，从电影海报，从哈利波特的漫威，然后到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把大部分电影什么的基本上看过。这是我目前见过的，就是装这种电影主题啊，什么好莱坞主题之类的，装修的最好的餐厅。傲慢的小混蛋烤肉拼盘，一会儿不行再点个主食就行了。主食，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小混蛋披萨。为什么都是混蛋？这叫这个，这家店不是小混蛋开的吧？北京也得有个小混蛋，就双球老流氓、后海小混蛋，这都在讲了，风云人物。一个拼盘，然后一个披萨，478，先下单。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哎呀，这就是他店的招牌，没有我想的大。说实话啊，我来的时候我看照片好那么大，我觉得哎，今天逮着了是吧？结果到这以后，看这么……哎，如果特好奇的疑问啊，如果我掏出这么一盘烤肉放在阁下面前，阁下该如何选择？先吃哪个？是猪排还是烤鸡？菠萝虾还是牛肉？所以呢，看你跟我的选择一样不一样。我准备选啊辣椒。没想到吧，有几个跟我选一样的，挑战一个面无表情吃很辣的辣椒，挑战失败。哎呦妈，这么辣呀、啊！喂，我，我，来我喝的，来我喝的，我这暴击啊，这么辣的辣椒，还是我肤浅。老实点吧，啊，别闹腾了，来。按规矩的来，先来这个吧，猪排，哦，肉很软的，一捧全碎了。相当不错，好吃，一咬脱骨啊，那、黑胡椒味儿。然后稍微有点甜，是典型的美式烤肉那种美式烤猪排。我明白了，这应该是辣椒就是了，这就和美国嘛是吧？烤春鸡呀、啊，来啊，这是一只鸡啊，我还以为是鸡腿呢、啊。这我看比鸽子大小差不多啊，这是属于鸽子里的绿巨人。奥尔良烤鸡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。优秀。哎，你平时也这么吃牛排呢？哪像我那么啃着没出息啊？不，就这么豪放。我觉着啊，你要对面做个小姑娘，你绝对不这样，别拿刀叉咔咔吃，然后没准还拿那个餐巾纸装。
蒸过披萨。它料看着还行啊，你看上面有肉，芝士给的不少，洋葱啊，各种菜啊，蘑菇啊，芝士味很浓，水也很足，肉也还可以，吃到嘴里有一种填充感，然后嚼起来有点淡，番茄酱在里面，还没有大瓶的，那小瓶番茄酱，多放，就放完这个才。我小瓶没辣椒吧？我干，我可能放的有点多，我这以前的话，我，大家可以顺便检验一下，看我现在吃来跟以前没有特别风格。没事，可以吃到是提高了。这还应该有番茄酱就好了吧？推荐一个，可以推荐。马总进来的时候看门口有人和啊，这叫亮马河，这北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所在。亮马河写出来就是漂亮的亮，然后那个马啊，亮马河，这干嘛？这地名怎么来的呢？这以前啊，它是一个季节性的河。什么叫季节性的河呢？北京比如过去下大雨，这是一个大水泡子，冬天或者秋天一干，哗就没了。后来呢，管理者啊觉得，这个咱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，是吧？就引了条小河，就是像就是今天的灞河，一下就通了，慢慢的形成一个有水草丰美的地方。然后干嘛呢？就叫亮马河，这个是皇家的那个御马圈，他负责管这个地儿。干嘛？平时的那个马在刷马印溜啊，都在这儿。然后不光他家一家，而开放之后，老百姓一看这水草也挺丰美，也有资源是吧？老百姓也来，慢慢的官府就允许了。最早啊，那个亮啊是晾晒的晾，亮马河。这么个地方，然后有名以后，很多商贾巨贾做生意啊，活动宅的呀，就形成固定旅游景点了，就都在这刷那个马，然后在那晾，然后放马吃草。现在你今天洗车，这个就是北京当时最大的洗车场。然后到城里边，这是个考点啊，把这些马拉到城里边停哪儿？从这东直门拉进去，往西走一点到故宫外头，王府井。有些个地方叫拔面槽，但是这个地儿没有，东华门外的把停在那儿，那就是皇家御用的停车场。然后它上面有个桥叫亮马桥，是非常是北京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居住的地儿，那都是有钱人来的地儿。但是呢，在我们二环里面长大的这种小子的眼里呢，这是郊区。吃完了啊，一共花了478。总结一下，这家店食物味道上就是普通之中带一点不普通，不普通之中又略显普通，环境特别好，把桌子一撤就是个博物馆啊，就反正也就这样吧，是吧？你也认同是吧？哦，好耶，拜拜。